那这样吧，我每个项目去念一下，然后大家想去的就举手，好吧？可以。第一个，朱庭鲜果小镇。好过。开心农场。从此这个农场不再开心。晨间夺笋。摘笋。摘笋我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也可以尝试。可以。好，四票。下一个，捕鱼抓鸡。抓鸡。还不如抓阄呢。不抓。哎，抓鸡想不想去？去，抓鸡，走。陪你玩。抓鸡可以。哥哥姐姐陪你玩，四票。哎呦，捉鸡。因为我之前跟兄弟们在自己的节目里，然后也有去完成这些事儿，它一直在我记忆里都是很宝贵很快乐的一段回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王主任吗？是。龙舍抓鸡捕鱼这个我们是可以来玩体验的吗？你来说，就是鸡多久睡醒？随时，你就不要管鸡的时间了。咱们不能按照鸡的时间，咱们让鸡按照我们时间走。这咋听那么别扭呢？鸡几点起？你得问太阳啊。你问问我几点起？又绕回来了 ，no。哥，我明天去之前联系你。哥，晚安。哥，保重。看，照顾好鸡和鱼。捉鸡捉鱼夺笋。